这些小的。里面为了我们公司有那个以后然后是要经常变了好几次。它这个板子把这个孔打开以后，它会容易比较厚。这孔，这孔你应该不打，你要后面吧。我后面的孔能用来，我再重新打。你要打好就堵死你，但是你它从后面时候一下子就把你拍下去了。天啊！所以说冲完以后。这儿帮你再录一个。